主料，西红柿一个，鸡蛋两个，辅料油盐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鸡蛋打碎搅拌成蛋液，放油锅炒熟成出。西红柿切片，油锅下葱花爆香后，将西红柿片炒软后加蛋，加少量糖提鲜，再加点水。成品烹饪技巧，蛋液中加点葱花，炒出来的蛋黄橙橙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